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en Z 48听 NC 的洪继文。这次是第十次的青春盛典啦。首先，我很想告诉你们，这四年我真的过得很幸福哟。你们的出现真的给我的偶像人生增添了很多美好的回忆，还带我看到了很多从未见到的风景。我们不仅在这四年中进步了，更是成长了。比起想去表达完成这些目标时的喜悦，我每次更多的是想感谢你们，因为你们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惊喜，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第一次了，所以我格外的珍惜每一次得到的机会，害怕失去。特别是今年这一次还没上演的，预计在7月15日的我的主题公演，因为这一场主题公演我们为此拼斗了有四年，甚至对我来说有7年之久了，所以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属于我们的东西，也是一个我给予大家很特别的一个礼物，也是一个我能见到每个喜欢我的人的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所以我不能失去这个日子。因此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在明年的某一天再次因为主题而相见，你们也可以因为看到我而感到开心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加油吧，未来也要继续喜欢我哟。青春实在，星光闪耀，2023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Gen Z 48听 N 岁的洪静文，我的星光是明年再次与你相见，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